监视器拍下一只乌龟呢，是在大白天的时候在逛大街，而且呢就这样慢慢爬往马路上，这样路过骑机车人也担心它会有安危上的问题，赶快将它抱起来。不过呢，这第一时间其实呢，女饲主也相当心急，最后可以看到她到派出所放心的领回她的小乌龟了。不过呢，其实第一时间他赶快报警，警方循着监视器画面发现是一名男子将他带回去了，赶快通知他，才发现呢，原来是邻居发现这只小乌龟。不过也要小心提醒哦，真的要注意这个小乌龟的行踪，因为呢这个体积比较小，又爬在马路上，如果一不小心这个路过车辆经过，都可能会导致他受伤。现在呢还好是安全返家。